Man, I think they are.先看第三课啊，给第三课哦，我们要尽量讲快一点，因为比较重点在第四、第五课。但是感觉很简单啊。哎呦，我在哪上面有拍吗？字练练什么的。因为两个被子吵啦。我补习更好。再吵一点，我两个都粘那个胶纸了，我跟你讲。给个啦，然后看看，后脚拎没有？哇！给来，看第三册的第一面啊。第三课第一面，安静一点。第三课第一面，OK，这一个呢是Rumus Algebra，OK，、okay, 就是 Algebra 我们的，就是你前面那边学的，这边会学很多很多的未知数，会 involve 到 A、B、C 啊，还是 X、Y、Z 啊这些。OK，来，我们来看啊，根据这些情况来做一个 Rumus 出来，Rumus 就是 formula，就是方程式的，Rumus 是方程式。OK，如果你看 E 的话呢，你会看到有 A gram、B gram 跟 C gram，就是它们每一颗球的重量，这个是称出来的重量。OK，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你的 formula 是什么？就这么了，那很简单的，A 加 B 加 C，是吧？A 加 B 加 C 等于什么？我们的 rumus 啊，记住啊，rumus 哦，一定有什么等于什么的，这个才叫做 rumus。如果你讲 a 加 b 加 c 包了不够的，a 加 b 加 c 会等于 j，就这样哦，j 等于 a 加 b 加 c，很直接的吧？对，不用写 grade 吗？不用，没关系。我们呢不在乎，因为我只要 make sure J、A、B、C 都是一样的单位就好了。A 加 B 加 C，它们是 gram 来的，所以我的 J 也一定要 gram，那么我们这个 rule 才成立嘛，不然的话要换单位的。OK，我们看下一个啊，第二题，给、okay, 第二题他讲，EC 八度 V 是这个。EC 八度是容量，给这个 cuboid 的容量怎么算？乘，就长乘宽乘高，忘了吗？所以长乘宽乘高会等于容量，所以长乘宽乘高会等于容量 V，就这样吧。我们的 rule 是要有这个等于的，不然的话不成立啊。但是你这样写报不够啊，我们要简单化一下。所以左边这个哦，我们就做普通的乘法就好了。我们可以看号码先，这个4y 号码是四，这个号码是这个 y 呢号码是一，所以四乘四乘一等于16。Alphabet y 乘 y，y square 等于 b。哎，有 x 吗？没有 x 吗？四乘四，四乘四乘一。等于是六，alphabet y 乘 y，22等于 b，就这么了。这个就是我们的rumus，你写的 bar 也可以啦，你要写 v 等于这个也可以。OK，这个第三题，perimeter 是周长，对吧？周长就是周围的长度加起来就是周长了哦。所以他讲周长是 p 哦，所以周长 p 会等于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样，对对什么？对对什么？来，很厉害。周长呢？alphabet 就不会做了，号码就会做了。如果我放这个是二三三，就是二加三加三嘛。
号码你就会看了，但是换 alphabet 也是一样罢了的。这边是 x 加 y， 我们就写 x 加 y， 然后再加 OK， 因为哦，这左右两边是一样长啊，所以如果左边是 y 加5，右边也会跟着 y 加5咯，所以是 x 加 y， 然后再加 y 加5，然后再加右边的 y 加5。哎，左边的 ，sorry， 左边的，哎，左右一样长。然后简单化 ，OK， 我们开括弧先哦 ，x 加 y，x 加 y 开括弧，这边也是一样啊，这个加乘进去，加加变加 y， 加一乘加五，加五，这个加也是一样，加乘 y 变加 y， 加一乘加五，加五，先开括弧先，然后再简单化。Okay, 先拿 x 合起来先哦 ，x 的话只有一个吧，就这个，所以就 x 先。OK，y 的话我们有几个啊？我们有一二三，所以这三个合起来 ，y 加 y 加 y 等于三 y。再拿号码五加五等于十，答案了啊，这一个就是我们要的。你写前面这个嘞，分数不够的，要简单化，所有的数学都要简单化。对吧？只是考试，应用题，你要会这个，你才会做。嗯，你以后可以，我可以很责任的跟你讲，过后的每一课应该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很基本的，很基本的东西啊，这个。看起来第三题，对，背完的话，你抄哎，这样子当纸拜拜。这个很简单的，只是它难在哪里，就是后面那边呢，前面还好。哎，第四题，朝鸟看看第四题，试想一想，第四题要怎么做？你要看他给你的资料啊，你看第四题，根据他给你的资料，Raja di atas terdiri daripada sebuah segi empat tepat， 就是长方形，对吧？ Segi empat tepat， 长方形。长方形的定义是上下一样长度，左右一样长度。所以这里是 T， 这里是 P， 对吧？一样长度。然后他讲它的面积啊，这个是他给你的 information， 我们要根据他给你的 information 做一个方程式出来，做一个 rules。他给我 area， 他给我 lost。所以我们就从 loss 开头 ，a 等于什么什么，给这个面积要怎么找？还记得吗？有两种方法啦 ，whether 你要把它拆成长方形、三角形来算，或者是我们直接把它当做 trapezium 来做，等一下嘛 ，trapezium 的 formula 啊 ，trapezium formula 是这样子的。如我怎样知道是 trapezium 呢？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四边形，有两个边是平行的，它就是 trapezium， 好像这个这样，上下平行，它就是 trapezium。So trapezium 的 formula， okay, let's say 我有几个边呢、啊、？OK， A、B、C 啊 ，form 它的面积啊 ，lost 会等于一 over 二。平行线的总和 a 加 c 1 over 2乘平行线的总和再乘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b， 对吧？所以我们用回共同的 concept 啊， 1 over 2平行线的总和，下面是 p， 上面呢是 p 加 6， 因为有两这样长嘛，这边是 P 嘛，这里是 6， 所以是再加 P 加 6， OK， 这个是平行线的总和再乘平行线之间的距离 T， OK 吧，这是很简单啊，这是公忘的东西，忘记就代表公忘忘记完了，过后再简单化咯，有个2 P 乘进去2 P加进去 P 加 P 的2 P
加六，然后乘 t，OK，过后怎样？e over 二乘进去，对吗？我们要简单化嘛，我们要开括弧，e over 二乘进去，e over 二乘二也减掉了，剩下 p，e over 二乘二剩一，啊不，剩下 p，一 p 就写 p 就好了哦。然后 e over 二乘六，e over 二再乘第二个六就是三。乘进去了过后，还有个括弧在外面的，对吧？造写啊，外面还有个括弧的，然后外面还有个 t 造写。OK，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refer 回前一刻学有什么？就是把 t 乘进去，把 t，因为你如果你遇到这样子啊，好像你有印象吗？这样子的，类似这样，我要怎么做？我要把 t 乘给他们两个，啊，现在也是一样啊，我们要把。这个只放后面罢了，它的 t 放后面罢了，但是它的方法一样的，要乘给里面两个，所以这个 t 在后面，我们也带给他们乘进去，给他们两个 t 乘 t 等于 pt，三乘 t 等于3t，就这样，这个会稍微长一点，但是 still OK 啦，只是乘进去了嘛，乘来乘去的一些基础的东西吧。嗯，这是 A 的，这是第几题？这是第四啊，还有第五很长哦。其实没讨不讨论都没有关系的，因为其实还蛮也是都是同样的方法来的嘛。它只是难在你要写那个 room 出来罢了。嗯，可以来，给第一题。对，第五题啊，传了没有？没有传给我讲啊。我们看第五题，看错了，没啦没啦没啦，看错了。OK，第五题啊，他讲，OK，这个爸爸他讲他自己踢打混踢碎，对吧？踢碎，他自己是踢碎啊，我写一个踢在这里啊，换个颜色。哎，安静安静，踢碎。乌木沙耶阿德拉迪格咖喱朱拉乌木啊，这是重点啊。乌木沙耶阿德拉迪格咖喱朱拉乌木迪格奥朗阿纳沙耶，什么意思？就是讲他的年龄踢。会等于他三个孩子总共的年龄三倍，一个咖喱嘛，三倍。Okay, 所以他讲他自己这个是国姓是 Q 岁，安静一点。Q 岁 Q 哎、欸，啊 Q 岁，他不是写九，知道吗？他写 Q 岁。然后他讲国名哎。他是第一个打分特别多啊，比国兴老三岁，这样子国民是多少岁？国兴是 Q 减三，哎 Q 减三，Q 加三，你老了，老了，Q 加三，国兴 Q 的话，那么国民就要 Q 加三岁咯，因为他老三岁。国兴呢，他讲他是 P 岁的，OK，我们就写 P，给他三个孩子啊。对，然后我们要做一个 rumus 的话啦，你应该明白，他给我们的唯一的 information，比较可以做到 rumus 的 information 就是这个，他讲他的年龄是三倍，他孩子年龄总数三倍的，所以我们就写 t 啊，这是他的年龄，他的年龄会等于三倍，对吧？三括弧代表乘法，三倍。孩子的总数，孩子是 p，国姓再加国姓 q，再加国名 q 加三，对吧？国姓国姓再加国名，这边有三个人了啊。如果你 highlight 起来的话，这是第一个人，对吧？国姓。这是第二个人，
，boxing，这是第三个人，搞明，三个年龄加起来乘三就是他爸爸的年龄，T，他讲好了的，他爸爸年龄是 T，我们就写 T，给过后，过后怎样？把里面简单化先哦，先做括弧先嘛，先做括弧先。P，里面的话只有一个 P 罢了，我们就写 P 咯。Okay, 但是 Q 有两个，所以我们加二 Q 对吧？Q 两个，再加三，号码只有一个哦，没有东西可以给它合起来，所以就三。然后不要忘记再把三乘给里面的每一个，就是这个是第一课学的东西嘛。三乘 p，三 p，三乘二 q，六 q，三乘三，九，对吧？如果乘法没有印象，要跟我讲啊，我会再跟你讲一讲，那、怎么做乘法？乘法就是号码乘号码，alphabet 乘 alphabet，号码三乘号码二变六，alphabet 只有 q 就写 q，所以六 q，这是 form one 学的，form one 第一。第五课，刚刚第五课学的，OK，所以答案是这个了，T 等于三 T 加六 Q 加九。呀，啥了？啥了没有？这一个很短罢了啊，切面嘛。而且是超简单的，这边 form equation 很难呢、啊，但是你过一两年你就熟了的那个，无论你现在熟一点，或者过一两年熟，因为你过后每一课都会用到。哇，你看那个嘞，我那个是去到我们学校。我念你哦，再安静一点。你是这样很威武啊！你们两个啊，给我安静一点啊！OK，来，给、okay, 这一边呢，就是开始稍微有那么的一点点难的地方啊。给它等度干什么啊的？Boleh ubah dalam dan de kurung 是这个，括弧叫 dan de kurung。他讲里面的这个 boleh ubah，它是不是 perkara rumus atau bukan？给 perkara rumus 你要学的一个形式啦，但是很容易知道的啦，叫 subject 啊，OK，英文叫 subject，就是如果我的 equation 是 a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的话，那么 a 就是我的 perkara rumus。OK，有什么前提啊？就是 perkara rumus 只能够单单一个 alphabet 在那边的。你不能够有二 a 等于什么什么啊？如果二 a 等于什么什么的话，那么 a 就不是 Boolean rumus，对吧？Boolean rumus 只能够单单一个 alphabet 在那边嘛。举个例子，我们看这个啊，它讲 v 是不是？v 是不是？你看这边写 v 等于什么什么嘛，对吧？左边一个 alphabet，所以它是就这样咯。啊，这个 x 它是不是？不是，因为它有一个四在前面，所以它不是，就这样吧。容易了啊、哦，那后面的几题应该稍微的简单了。第三呢，是不是？不是，因为有个 plus 2在那边，所以不是。Make sure 啦，总之你要 v 变 Boolean rumus 就要 v 等于什么什么，如果要 x 等于 Boolean rumus 就要 x 等于什么什么才可以。那这个 a 是不是 Boolean rumus？它是咯，因为左边只有一个 a 嘛，所以它是，很 straightforward 的啦。OK，来，我们就跳啊。OK，难就难在这里好了，对不对？这边要开始又要来板了，加边解，解边加，乘边除，除边乘，这个地方不用在这里。他讲 ungkapkan boleh ubah dalam tanda kurung 在括弧里面 sebagai Boolean rumus，也就是。我要把这个 equation 换成 v 等于什么什么？OK，我们就以 v 作为主角来看呢。OK，
离着它最远的是五罢了，现在，所以把乘五搬过来变除五，所以 v 等于 u 除五，哎，要不要？就搬来搬去吧，想尽办法的把他要的东西变成 subject，变成 perkara rumus。哎，再看第二啊，哎，抄没有？第二题，六 p 等于 punca kuasa dua q。然后它要 q 变 perkara rumus，代表它要 q 等于什么什么，所以我现在改掉你的是什么？为什么 q 不是 perkara rumus？因为有根据 quasi duo 嘛，把它搬掉了，把 square root 翻过来变成反义词 quasi duo，quasi duo 是根据 quasi duo 的反义词，所以搬过来啊会变成，对吧？把 square root 搬过来变成 quasi duo 啊，搬过来过后就剩下 q 在右边罢了咯。啊，这样子我是不是成功的让 q 变成我的 perkara rumus 了？q 等于什么什么嘛？但是哦，这个 square 啊，记住要乘进去，square 要给他们两个，变成六 square p square，所以等于6636 p square 照抄，嗯，就可以了。我们要简单化，这个还不算简单化。哎，这个二可以带进来，但是我再 repeat 一次，只允许在括弧里面是乘法的，我们才可以带进来。如果是加法的，这样你带进来哦，变成这样，对不对？但是是不可以的啊，不等于的，明白吗？不能把二这样带进来，因为是加减法，加减法是不能这么做的。但是乘除没有问题，那乘除乘法，我就把二带进来，OK，没有问题的这个。很重要啊，那个，因为很多都放错了啊，他还不知道的。OK，来，第三题，第三题我们要把 s 变成我们的 subject，所以我要 x 等于什么什么。啊，perkara rumus 就搬过来了。我们以 x 作为主角来看就好了。OK，x 最先乘四，最后减五，是吧？先乘四，后减五，两个 step。所以，我们看最后一个最远的那一个减五，先把减五拿掉。OK，我再 repeat 多一次，因为 just in case 那些还不熟、还不会搬的哦，你一定要注意听哦。也很重要，很重要的。减五搬过来另一边，会变文件自己。怎么样知道它是乘除法还是加减法？只要看它跟剩下来的四 x 是什么关系就好了，那么要搬的跟不要搬的之间的关系，减五跟四 x 之间是加减法来的，因为四 x 减五嘛。所以加减法的话，就是正数变负数，负数变正数。减五搬过来变加五，所以 y 加五咯。啊，这个东西搬过来过后，右边剩下四 x 了，然后再继续搬，明白吗？因为你要搬到 x 等于问号问号，所以再把乘四搬掉。给这个四哦，要搬嘛？现在你就想咯，一样的，你一定要想的，因为很多人会忘记的，加变减，减变加，一直是把你的。这个四跟剩下来的 x 什么关系？四 x 的话意味着是四乘 x，所以搬过来就变除咯，搬过来就变除，所以就这样子咯。啊、反正要 x 等于什么嘛，我就把 x 放左边了，y 加五除四，对吧？把四搬过来这里，其实你可以这样写，但是你会多一个步骤啦。你可以这样的，把四搬过来变成这样。哎，然后我再左右调换一下位置了，因为正常来讲呢，subject 应该是放左边的，啊，左右换一换位置，变成这样，所以答案是 y 加五除四。OK，第四，算了，这个还好啦，这个分都还要都已经要会了的，其实。第四题。啊，第四题就比较特别一点，但是也就一个 x 吧，看到吗？它就一个 x 吧，这里就没有了。
所以蛮好做的啦，其实，你就先把离得远的那个搬掉先咯。S 它会先乘排阶，再加排阶瓜氏读二，先把整个排阶瓜氏读二搬掉。OK，排阶瓜氏读二跟剩下来的什么关系？加减关系。所以搬去左边，正数变负数变减，所以变成 L 减 I J square。OK，右边照抄。I J S，对，无非就是要搬跟不要搬之间的关系吧。然后现在哦，我要把 S 变 subject 嘛，我们就要把排阶弄掉咯。排阶跟 S 是什么关系？乘，因为这个是排乘 J 乘 S。所以派 j 跟 s 是乘法来的，搬去左边变除法，其实跟左边做法一样的啦，只是它多了一个派哦，敢叫你哦。然后在左右换一换位置，要写 s 等于什么啦，会比较好看一点的，对吧？这一个 step 你可以不写的，如果你头脑可以直接把它们两个换位置换一换呢？其实是可以的，你可以从这一条下来啊。如果你收啊，可以理解，不能没有的约减，因为上面是加减法，不能约减。我讲了嘛，只有上面是乘除法，我们才可以约减嘛。那当然，如果真的可以约减的话，也是要约减的，因为要简单化。也这是第四题的。哎，抄完了过后，我们看第五题，第六题是最难的。第六题你一定会乱，但是我们先做第五题先。哎，第五题也还好，也是蛮简单的。第五题，第五题是 x square 等于 y square 加 z square，我们要 z 变成 subject，意味着要 z 等于什么什么。OK，这边有这个 z。瓜氏读二，该教你没有关系的，先把 y square 搬掉了，反正离得在最远的是最先是 y square 先，所以把 y square 搬左边。就想一下，到底这个是乘除关系还是加减关系先呢？不是，这是加减关系，因为我讲了嘛，你搬的时候要先看要搬的。跟保留下来的，你看他们之间是加减法来的。如果是加减法，我们就加变减，减变加。y square 是 positive，前面没有加减嘛，代表它是 positive，把左边变 negative，所以 x square 减 y square，哎，搬了过来过后，右边剩下 z 瓜氏读二。对，还没有变成 subject 嘛？因为你已经学了嘛。所谓的 Pythagoras rules 就是一定要 z 罢了。这边有个瓜氏读二，搬掉了。瓜氏读二反搬过来反义词，不叫瓜氏读二。所以搬过来变成一个物质这样哦，不叫瓜氏读二。但是我顺便左右换位，变成这样，对吧？你的物质要盖完整个。x square 减 y square，第六题比较难一点。第六题，讲长不长，讲短不短，会做吗？第六题，啊，玩数学吧嘛，那个当游戏来玩了，这个喜欢玩 game，玩这个，不一样不了，其实。做法一样的，但是比较特别。你看啊，第六题哦，你之所以会觉得它难呢、啊，是因为它三个都是分数。啊，我们有一个方法的，给我教你啊。你看啊，这是第六题啊，比较特别一点。左边之所以会觉得难，是因为分数加分数。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一开始把左边变成同分母，把它们合起来嘞？你合起来了就很好做了的，你看啊。这边是 u 分母 u 变分母 v，要让它们变一样分母的话，左边呢我就要乘 v 乘 v，
右边呢，我就要乘 U，这样子的话，我的分母才是 U 乘 V，UV 嘛，这个也是 UV 嘛，VU，分母才会一样。所以我们就左边乘 V 乘 V 啊，E 乘 V 变 V，U 乘 V 变 UV，加照抄，E 乘 U 变 U，V 乘 U 变 VU，右边 E over F 照抄，没有分别。我只是我这个步骤在做什么？在让它们变同分母罢了。OK，等一下你就会懂了，为什么变同分母啊？OK，变了同分母过后，分母一样了，分子才可以加起来，对吧？你以前你应该有学过了，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五怎么加？同分母了嘛，所以一加五变得六，二加二，不，所以加法的话，分母照抄罢了。然后答案等于三嘛，对吧？以前做加法是这样的吗？分母一样，我们就先找分母先，分子就可以加起来哦。这个也是一样的，分母是一样的，不要看它是 UV 乘 V 跟 VU 哦，因为一乘二跟二乘一一样的吗？所以就算你调换位置，UV 跟 VU 都好，它们都是同分母，但是分子呢就加起来咯，V 加 U 等于一 over。对吧？加起来，OK。过后有一个很特别的 technique 啊，给、okay, 你看啊，一 over 二等于一 over 二嘛。我可以做一个手脚，让它们等于还是成立的，就是上下调换位置，变成二除一等于二除一，这个等于还是成立的。OK，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讲，as long as 这个等于还在啊。而且两边都是分数，我可以分子分母调换位置，右边也是分子分母调换位置，就是一起 switch。所以左边这边哦，原本 UV 是分母的，它会变分子；原本分子的会变分母，F 这边原本分母的变分子，分子 E 变分母。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 F 除 E 就是 F。对吧？因为什么号码除一都是好，二除一就是二嘛，二除一就是二，五除一就是五，像 f 除一呢就是 f 咯，然后 uv 除 b 加 u，你看这个做法，我的 f 竟然突然间变成了 object 了，f 等于什么什么啊？f 等于 uv 除 b 加 u。对吧？这个会稍微乱一点点，但是。就是无非就是把它分母变一样，然后交换位置吧，两上下换位置。对吧？Make sure 啊，你要 F 做 subject，你就先把 F 丢一边先，不要管它是 EOLF 啊还是怎样，先把 F 放一边先，然后才来做啊。就算我现在换成要 U 变 subject，V 变 subject 哦，你应该也要会做的，后面应该有了。哎，你先看了没有？看了，哎，操，等我一下啊。操你的话，我们就看后面的了。这样子，这样子半个小时啊，过了特别快啊。也来下一个，还没传跟我讲啊，我来看下一题。哦，我这个比较直观一点的，他讲他给你 formula 了，他要 carry 你来 L，如果 T 等于6，A 等于4，B 等于5。OK，总之，他的意思就是 T 等于6，A 等于4，B 等于5，我的 L 等于多少？因为我有 room 小嘛。我的 room 其实就是告诉我怎么找 L，对吗？你有 T 的号码，有 A 的号码，有6的号啊，有 B 的号码，我就可以找到 L 了。OK，所以我就根据这个 formula 来做咯，把6放进去，把4放进去，把5放进去。OK，L 等于一 over 二，总之放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放括弧咯。如果你要安全的话，T 是什么？T 是6，我就写6。
T 是六，然后开括弧照抄，A 是什么？A 是四，B 是五。可以吧？就是把你懂的那号码丢下去吧。OK，把 T 是六放在这里，A 是四，B 是五啊，丢下去吧，上进去吧。过这个按 calculator，27，对吧？3×27，1/2×6等于三，3×4/5嘛。代表4×5是9嘛，3×9=27，写快一点哦。你也可以按 calculator 啦，所以这个还蛮容易的，其实。OK，我要讲多一次，然后我们休息一下啊。OK，第二个也是一样，carry 你来 v 嘛，x 放5进来，x 放5啊，所以 v 等于照抄，全部照抄1/3，x 换5啊，所以变成5八十多。画弧了，比较好看一点。OK，五八十度，T 放九啊。你不确定要不要放画弧，你就放。那么当你问自己不确定的时候，你就放。你什么都放会很丑啊！我可以跟你讲，你看这边你放，丑不丑？这样的画弧。所以有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啊，有没有这个必要啦？放画弧，其实放没有不会错的，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按 calculator。75。OK，现在写完没有啊？再 join 进来，要上厕所，上厕所哦。OK，过后我们再继续看后面的题目啊。